不知想你的亲影，心这呢疼。捧一杯苦苦的相思，细酒口难，酒无干，酒无伴，全拢是我的泪，太难吃。你的心，我的惊，不敢。问良心，你敢敢讲你有真心爱过我？你的心，我的惊，不敢苦想我。你的人，比袂着爱，又搁问良心，你敢敢讲你有真心爱过我？哇，好厉害！一届我咧做活动的时阵，有迄 KTV 有哦，会当有观众去你唱歌。哦，对，对，有一届我就真正惊到，我伫后台拄坐落迄个时阵，咧唱歌迄个当中迄个人。下骹一个拿菜刀向冲起来要甲伊泼，你敢知？哎呦！我真的整个傻眼，然后你敢知？安尼就算了，伊唔是，伊是冲来后边后台安尼哦。安尼啊喂！伊举菜刀对我后边，对我边呢？划过，从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划过去。最近的事吗？没有，四五年前。哦。我当时真的吓到我都不敢动。然后等警察来的时候，你敢知道我比底下车底，我拢唔敢得来，我就惊去有扑掉，你敢知？哇，那个对，我惊到要死，结果警察给带走了后，我才起来唱歌。上厉害的是带卡的人完全拢无走，一个拢坐伫遐，就是要听阮唱歌。你敢咪当作恁的演歌？你敢咪是迄间 KTV 的特别节目？是桥段就拜。真正有够恐怖诶，真诶！而且他是流水席，就是食饭诶迄种，好不好？真正有够恐怖。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之前拢是爸爸咧载我跑活动诶，啊，有一届就是伫双东，迄阵刚刚九点多快十点了，哦，一直拢找无路，结果一暗时啊，人扎困啊，真卡拢就炸就困。迄阵爸爸就想讲啊，不然放弃了，因嘛无人他问找无，咱就卖唱啊。结果个头前诶时，我就看到一个阿伯骑卡踏车。他问教了，我讲阿伯，我甲你借问一下，我要去什么所在唱歌？伊就甲我报哦，伊讲你等下对这条吼，你一度甲惊都到啊。我想讲哦，好幸运哦，终于有人跟我们暴露，这条探得到啊嘛。好，我阿伯谢谢你哦，一骑卡踏车哦，我即摆喊爸爸翻头，行到头前的时阵，行超五分钟俩，你们知影我看了啥？什么？我看到迄个阿伯骑卡踏车，竟然比阮开车搁较紧。哦，你看，当时真的哦，我惊个，我即摆讲真正气给无回。我当时惊个，甲爸爸讲，爸，迄个阿伯敢毋是我头拄啊问路迄个吗？爸爸讲，你点点。哦，讲了了，你知道那个阿伯哦，一瞬间伫阮两个面头前就要无去。哎呀，我以为驾就要无去，我以为是一瞬间就坐在你们车内。我没有坐，没有，一瞬间玩 K T V 啊，都会解决。你真的，一瞬间消失在我跟爸爸的面前。天哪！一消失黑了后，个头前真正完全拢无路是看卡。我爸爸喝咖再有款，我无路灯哦，真的。但问题他报的路是对的吗？你有找到吗？是错的，是吗？他报的路是错的，你就是 K T V 黑了，就是悬崖。啊，一边往那拉回去。对对对，他在爸爸开班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当时我一直哭，我很害怕。爸爸，你点点。因为爸爸有请底阿公来阮的车底静坐，然后伊就哒哒嘟嘟嘟嘟啊，叫我边啊留我看嘞，这边留我看，因为去真正足悬的，而且路干那是大会咁过尔，你根本就无法度巴库，你巴库无可能啊，足远的啊，路途足远的，你无法度去巴库，所以迄届予我印象最深刻，真的。听起来拢足恐怖。